Hello， 我是 Luna， 我完成摩的 2.0 手术已经三个月了，觉得手术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更喜欢自己，提升自信心，就像是我们打扮自己啊，美甲一样，是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更有自信的一个方法。当下做完是很想要看胸部的状态，不过当下是被束带束住的，所以其实看不到。那我就很想要赶快回家看，照照镜子啊。那现在没事就会照一下镜子，变得很喜欢看自己现在的变化。术后我都有持续用束带固定，但也有持续的按摩推动胸部，让它变得更柔软。我大概在家里休息了两个礼拜左右，也有持续的补充 B12 还有维他命 E 等等保健食品。我听别人讲说胸部变软大概要3到6个月左右，但我觉得我自己大概1个月左右就变得很柔软了。我觉得如果下定决心要做隆乳手术的话，就不用管别人的想法，决定了就做就对了。那我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有早点做。我真的很推荐子倩医师还有普孕团队，医师从手术的环境、术前咨询、手术过程都让我觉得很放心。就算我准备了很多问题要问他，子倩医师也都会耐心的回答我，为我解答。每次术后回诊，医师都会关心我恢复的情况，聊天的时候也是带着微笑倾听我的想法，感觉为我的自信转变应援。真的很谢谢子倩医师还有普孕团队。